第二十七题，小兰在画有加号的白纸上置放一烧杯，将定量的硫代硫酸钠溶液及盐酸溶液同时倒入烧杯中，并开始计时，直到溶液颜色恰可遮住纸上的加号时停止计时。如表示四种不同条件下实验所得的数据。试问，欲研究硫代硫酸钠和盐酸的反应速率，观察哪一项较为方便？这个实验我们做到我们的溶液的颜色遮住实质，而这是因为它会产生黄色硫沉淀，所以我们是观察黄色硫沉淀来判断反应的快慢。所以第二十七题问我们说，欲研究硫代硫酸钠和盐酸的反应速率，观察哪一项较为方便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硫的生成量。